最多给你十分钟，足够了。不必成功。主任，肚子有点疼。搞什么病？去吧。哎。你好，小姐。你好，我想开保险箱。请问您的保险箱号码是多少？1126。好，您稍等啊。送医院，快送医院吧。去医院。是。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有点贫血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哎，谢谢你。辛苦了，主任。怎么样，有新发现吗？没有发现陆天琪租保险箱的记录。能确定吗？那么多的租赁合同都看仔细了吗？我确定。好，这件事儿啊得慢慢来，你一定要休养好。那我走了。谢谢主任。好好休息啊。让他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这个人虽然用的是假名，但是他的指纹康子琴一眼就能认出。他为什么要租保险箱？自己必须更加警惕。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这四个保险箱的主人。这个是租保险箱的四个人，上面有他们的联系方式。这么快就能到手啊？因为这一次呀，有李世杰的帮忙。啊，跟你开玩笑呢，他不知道，他让我去银行是为了查陆天琪。那你要当心，陆天琪的狗急跳墙。不怕，有李世杰这个招牌顶着呢。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为我所用，聪明。现在时间紧迫，尽快找到这四个人。我明天就去。哎，咖啡你怎么不喝呀？贤不是挺喜欢的吗？哎，喝咖啡对孩子不好。啊，我忘了。
回来了。嗯，我听多三说你今天上医院了。啊，我今天头有点晕，做了个检查，没事儿，医生说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吗？要真有事儿，医生就不让我回来了。你工作上的事儿呢，我不方便多问，但是你自己的身体你一定要注意。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我把天使宝贝呢又改了改，等我改好了弹给你听。嗯，那你先休息一下吧。嗯。干活要认真，知道吗？这才是个做工作的。潘科长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听说你昨天在银行都晕倒了。没事，挺好的。身体要是不舒服啊，请个假就行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好了。啊，那注意身体啊。谢谢您关心。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一定有文章。你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隐藏？方子晴怎么会突然跑去银行，而且偏巧在那儿晕倒？李世杰还去医院看了他，这其中必然有问题。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现在的脑子也越来越开窍。可他们到底是想干什么呢？他们针对名单，我们也要有所应对。您说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上次说要查银行，那是我信口胡说的。我后来想想也是，如果真这么做的话，动静太大了。不不不，我倒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大胆，出其不意。您不是要我真的把那个银行炸了吧？只要炸出点样子出来。可那个是葡萄牙银行，万一被日本人知道是我们干的。葡萄牙银行又怎么了？你让我再想想。这花挺不错，挺香的。哎，真不错。停下，拿。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给你找了份工作，爱乐乐团的首席钢琴师，怎么样？我不要。不要？为什么不要？能力不足。谁说的？连日本的金耳朵小泽先生都夸你是中国的贝多芬，你能行的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？这个是我求了我爸好久才帮忙找的，好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去呢，你为什么不去？那我就更不去了。如果要进这乐团，也是凭我自己的本事。你有这本事？走进去吧。不去。去，你必须去。你只有进入乐团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音乐家，我父母才会看得起你。因此啊，你必须去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看得起我，我只做我自己。哎，范伟晨，
好。你好，我想找一下冈本律师。先生贵姓？姓冯。请稍等。先生，请进。谢谢。这什么破玩意儿，怎么又不转了？想不到冈本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。我就是中国人。你是中国人？是啊。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是2年前才加入日本国籍的。现在生意不好做啊，只有这样才能在上海吃得开，人家才能找你打官司。冈本先生倒真会随行就市。你这是在骂我还是夸我？当然是在夸先生。这叫识时务为俊杰。嗯，您说的这句话我爱听。好吧，冯先生，有什么事儿需要关照兄弟我的？有件小事儿想请先生帮个忙。说来听听。想向先生借一样东西。借东西？嗯，我只是一个律师啊，我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我不是汉奸。大侠，饶命。冈本先生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刺客，你不用紧张。不是？那你要绑架我？哎，你别胡来啊！啊，我可是拜过青帮物资委杜老板的，警察局的高局长也是我的拜把子兄弟。宪兵队我也认识人，你别胡来啊！冈本先生，你看，我这一没带枪，这二没带刀的，你看我像是绑匪吗？冯先生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儿？你就一口气说出来吧！啊，你这样会吓死人的。先生是不是在葡萄牙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？没有。你从哪儿听来的？真的？真的没有。那好，既然没有，那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哎，慢。先生有什么事儿可以说出来，我帮忙的。哦，肯定要帮你的忙。好，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我想向先生租这个保险箱。你要租我的保险箱？先生有需要用保险箱向银行租就是了，为什么要我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原因，不知道先生肯不肯帮忙。当然了，这个忙不会让先生白帮的。好说好说好说。先生请坐啊。请稍等啊，我去外面上一个卫生间，回来咱们好好谈。你请坐一下，请坐，请坐。冈本先生，这人化了妆还戴着头套，肯定不是好人，快打电话通知警察局。好。喂，警察局吗？对对对。冈本先生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您这是干嘛？啊，快来人来抓坏人啊！快来，抓坏人！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啊！哎呀！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，化妆这种雕虫小技怎么能瞒得过我的眼睛呢？这么热的天气啊，这个脸上一个劲儿的在淌汗，但是头发上却是干干的啊，这一看就是假的嘛。你看得这么仔细，长什么样子看清楚了吗？中等个。这个瘦小脸儿，戴个墨镜啊，张嘴，还有个鼻子。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谁没有眼睛鼻子？特征？我是问你有什么特征。他不是化了
装了吗？我没看清楚。你干什么去？去约会。你不放心就跟着。你这孩子吃枪药了。哼，你的脸怎么了？被人抓的。你被发现了？那倒没有，不过前两个人我都已经找过了，都不行，明天我再去找第三个。银行的事情你要抓紧了。嗯，知道了。这回被我抓到了吧？抓到什么了？你背着老范和别的男人在约会。你看错了吧？我没看错，我刚刚还看见你和那个男人一起出来的。我明明是一个人，那个男人在哪儿呢？再说，你为什么一个人来看电影？一个人就不能来看电影了？本来我跟你范老师约好一块来，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我只能一个人。我不相信。好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明天问问你范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去问他的。玛丽，能不能再缓缓啊？真的是非常抱歉，索罗斯，绝对不行。虽然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也知道现在的生意很难做，到处都在打仗，自身都难保了，不亏本就算幸运了。只有上帝才帮得了你，我很抱歉。马里奥，看在多年朋友的份上，能不能再缓一个月行吧？要不再缓十天也行，我现在实在是拿不出钱来，我家里还有老婆和三个孩子。真是对不起啊，我也很珍惜我们的友谊，生意就是生意，我也得生活呀。阿廖先生，外面有位姓宋的先生找您。哟，我的朋友，实在是抱歉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实在无能为力。该死的，你整整晚进来两分半钟，那个傻瓜差一点就赖掉了我的100美元。马里奥先生，外面真的有姓宋的先生找你。好了，人已经走了，骗人的鬼话就不要再说了。马里奥先生你好。他是谁？这就是我说的那位宋先生。哦，我的上帝。好的，你出去吧。宋先生，请坐。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帮你的？我有笔生意，想跟你谈一谈。可以，可以。除了军火，我们什么生意都可以做。现在的上海，除了德国人的公司，也只有我可以合法的做生意。我说的买卖呢，和你说的有些不一样。哦，是吗？那我更有兴趣了。你想做什么生意啊？汽油、棉纱，这些虽然是管制物资，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谈。药品、烟土、军火，你要是真的想搞军火，没问题，只要是价格合适，我也可以和你谈。都不是，
先生，你不是来找我寻开心的吧？我说的买卖呢，和你个人有关系。和我个人有关？请你说的再明白一点。马廖先生，你是不是在葡萄牙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想干什么？哎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对你的隐私没有兴趣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做这笔交易。只要有好处，多小的交易我都不会嫌弃的。这就是你们中国人说的积少成多。非常好，我想租下你的保险箱。租我的保险箱？我三天后来拿钥匙。我的上帝！老范，你相信你的未婚妻吗？你是不是想问昨天晚上电影院的事情啊？他跟你说了。昨天晚上我临时有事要去上课，所以没陪子锦去电影院。他回来就把事情跟我说了，所以你就不要误会了。可是我明明看见他和一个男人在一起。不可能，你看错了。你相信我。好了，继续吧。来，九条。九条？糊了，三六九条我都糊。今天运气太差了。哎呀，看你。你赌场失意啊，情场就得意，康小姐要走桃花运了。是啊，又瞎说，康小姐早就名花有主了，发现是正在交情呢。就是。还没打呢。结束了，你们。结束了。刚结束。那好。我们也刚刚打完，不打了。行，好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回去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那好，那好啊，走了啊，改天再来啊。好好好，再见。慢走。哎，走了。这怎么了？又是嘴倔的，谁惹你了？这个傻瓜，昨天晚上我明明看到康子清和别的男人一起看电影，他居然不相信。你说康子晴跟别的男人看电影儿？不可能吧？是不是看错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都说了100次、1000次了，我真的没有看错。快下来，慢点。哎呦，我又不是老太太。小心，小心。你要拿什么东西你告诉我，我给你拿不行了吗？哎呀，我这不是天热了吗，我说把那个床被子换了，铺在上面是吧？别别别，你拿下去晒晒呢。啊，我去给晒晒。行，谢谢啊。三天后就可以拿钥匙。
但我需要300美金。这么多钱啊！要是不是白给的。可是你让我这一时半会儿到哪儿去给你弄这么多钱呀？能不能想想办法？上次那免杀的钱呢？啊，那笔钱我存起来了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这表是假的，我出入地方经常会遇到有钱人，就拿它装装样子。行吧，那我想想办法。那你尽快。子晴，你干什么呢？你那儿还有没有多余的钱？能不能先借给我？我急用。都在这儿，看看够吗？不够。你需要多少？我这上课的钱上个月还没结，而且我跟银行那边能预支点出来。300美金。三。行，我帮你去借吧。不能找李世杰的。啊，这个我知道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。哎，这点事你都不相信我能做好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什么时候？3天后。我去借，一定能给你借到。我脸皮厚。谢谢你。这么晚才回来呀？开了一天会啊。是清香的事儿？不光清香，欧洲战场的局势有变化，意大利人可能靠不住。啊？那怎么说，是不是要没收意大利人的财产呀？哼，光想着钱，那些都是日本人的，你想都别想。我不就是随便说说吗？你知道我今天听到了什么？你们这帮太太又在嚼谁的舌根子呢？不是我们这帮太太，是丹丹。丹丹跟我说啊，她昨天晚上看见康子琴和一个男人看电影去了。和谁？不知道，反正是个男的。我真没有想到，这个康子琴也不那么安分。行了。这种事你一个人知道就完了啊！我不就是跟你说说吗？跟你解解闷儿吗？没兴趣。田阿婆。康小姐，上班去啊？啊，上班。今天范先生一早也出门了，真是难得哈、啊。是啊，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。
去想点办法，应该很快就能凑齐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问你个事儿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你手表呢？手表坏了，我送出去修了一下。那你柜里的棉衣呢？那些棉衣现在也用不上，放在家里还占地方，我就给卖了。拿这么多钱出去干嘛呀？我去找一下我的一个朋友，我先出去去了。卖琴谱了，最全最新的钢琴练习曲，要不要换琴谱啊？卖琴谱了，最全最新的钢琴练习曲，快来看看。卖琴谱了，卖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去吧。哎，卖菜了。我还没开张呢。卖这几本琴谱也不顶用啊。你可别小看我这些琴谱，这都是最全的钢琴练习曲，绝版了，想买都买不到了。你把这些琴谱卖了，你怎么上课呀？没关系，我都抄下来了。不行，卖什么都不能卖这些琴谱。这是我的东西，我说能卖就能卖。你要是敢卖这些琴谱的话，我的事儿就不求你帮了。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你帮了我这么多，你从来也没问过我这些钱的用处。你一定有你的原因，而这个原因一定跟抗日有关，所以我不需要问。谢谢你。能不说这两个字吗？好，不说。对了，我还有些国外的朋友，说不定能帮上忙。你等我回来。不，你明天再去吧。没事。好了，你终于还是答应了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。什么要求啊？要先预支我三个月的薪水。你想什么呢？现在是你去求人家，还要人家付给你三个月的薪水？不答应我就走了。哎，好吧，我帮你说说看。哎，田阿婆。您先别锁门，晚上我来锁。啊，范先生没回来？他今天晚上有点事儿，得晚点回来。
好，走吧。饭吃过了，病案也看过了，你帮我找的工作还预支了三个月的薪水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还差一样，送我回家。没问题。黄包车。上车。上去。哎，你不能上车。什么意思？我坐车，你拉车，这样才显得有诚意嘛。好，小凤，我来拉你的车，跟着可以吗？谢谢。奥南。坐好了。没问题。下来吧，到了。衣服给我。谢谢师傅。辛苦啦！好了。你可算回来了，这都几点了？齐了。你借到钱了？不是借的，是我赚的。一晚上你赚这么多钱？本人现在是爱乐乐团的首席钢琴师，并且他们还预支了我三个月的薪水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。意大利投降了，一个意大利的钢琴师不能再干了，所以乐团空出来一个位置，我正好给顶上。意大利投降了？是，广播现在在播，不信你听。意大利国为巴特利奥政府宣布投降之后，意大利国在沪游轮康提凡蒂号和炮舰莱派德号自沉黄浦江。根据上海特别市政府命令，所有在沪异国居民公司财产均参照英美敌国居民财产处置。所有在沪异国居民需到指定地点重新办理身份证件，并在指定期限内搬入限定区域居住。二战的局势终于有好转了，你怎么看上去不太高兴呢？
要是被日本人拿走了，我们还是来迟了一步。那就只剩最后一家了。